hey, 大家好，我是志气，今天再来挑战一下这个老虎机。这个老虎机也是有龙啊，感觉蛮帅的，看一下好不好玩。叫岩神，哎，莫名其妙就大奖，真的假的？很猛很猛，这样是27倍。那我们这个是试玩的，所以可能会比较好玩。我们这个是赤龟联盟娱乐城的免费试玩，这个不想花钱的话，就是来这边试玩一下就好，体验一下老虎机的那种感觉，转转转。这边看一下，他给的那个分数也蛮多的，10万分让你免费试玩。他这个觉得还蛮帅的啦，这个蛮帅的，他设计这样蛮帅的。然后最多可以压到100，试玩的没压力，马上又进入了小游戏，免费游戏10次，看一下这样可以得到几分。他们这里面也是蛮多人都有开过大奖，我本人是比较少在玩，我都玩虞姬。哇，好帅好帅，画面还变了，哇哇哇，喷火喷火，又加2，哇，整个拉高，这个设计的还蛮特别的。继续继续，目前分数有点少啊，给你一点。他们这种的老虎机好像都这样，分数没有说一定，有时候就是大好大坏，不是很烂就是很好或是不错。他这种音乐啊，我觉得也蛮不错的，很有那个 feel 啊，那个紧张刺激感。最后一次，让勉强接受，大概快30倍而已。来个快速。他那个按键按下去也蛮帅的，还会喷火，设计的不错。炎龙，他5个都是那个图案，不知道会怎样，应该会很多分哦。那是全盘吗？还是这种没有全盘？他最低可以压到1块，我觉得还蛮消遣的，可以小玩玩。消遣的话就是小玩玩。无聊的话就用免费，因为免费那个分数输光了也不用担心，不用怕，就是一直转，让它一直转。哇，又小游戏了，哇，这个不错不错，果然试玩的比较好玩。
而且这个也看不出来你现在在试玩，应该看不出来吧。有时候可以跟旁边的朋友胡乱一下，你看你看我开大奖了，或者是朋友看你一直在玩这个，以为你输赢很大，殊不知我们这个是免费的啊。有时候就是有这种免费的比较好，你才不用在那边缴学费，就是先免费看看他到底是怎么玩，小游戏是怎样的感觉，然后中什么中什么，那一些分数啊什么有的没有的。这次好像很烂呢，怎么小游戏都没有很好，目前大概19倍，又有龙出来了。他这个游戏还不错，中那个炎龙他就会再加一次免费游戏这样子，再加一次，到底会不会五只炎龙同时出现呢？很好奇。再来，结束。这个倍数还好啊，就跟那一种很像哦。又小游戏啊，刚才在里面补一只小游戏出来，马上一转小游戏。有时候玩这个都真的会这样，像魔龙还是其他种也是，出来后一转又小游戏，或是十转内、20转内。机台状况再好的时候，大奖。为什么是大奖？中了什么东西我也看不懂。哇哇哇哇哇，好像很多哎、欸！巨奖，太猛了，杰克，这个好帅哦！他那种动画声光效果，个人是蛮喜欢的。这个小游戏就给力了，目前已经快7000分了，70倍啊！正常很多都保底，大概20倍而已。再来喷起来，他其他三格都不长高一下，每次都这两格比较容易长高。哇，可惜呀、啊，没有再一次小游戏。80倍了，再来。看能不能破百倍，看来是没办法了。哎、欸，你也空转太多次了吧？你这样有点垃圾哦。又空转了4-5次。啊，没关系，我们一样。再来看看，哦哦哦哦，想说很猛。中间那个若也是红色的，应该会很猛，我觉得。炎龙，男生好像都很喜欢一些什么龙之类的、啊，龙啊、虎啊，哇，又小游戏了，哇靠！这如果是我自己真的在玩就爽了。这次是怎样？想说三转。三转空转欸，没分数啊，那么多珠子在一起也没分数，不一样颜色的不算。欸，这次小游戏是在乱的是不是？妈的，有够烂，现在还没10倍长高，免费游戏加一，果然没有那么好康，可以每次小游戏都不错的倍数，这次就落赛了。你看，都是这两格在长高，好奇怪。我靠，终于三格了，
对啦，我就是要看这个三个啦，三个炎龙就是巨奖。哇靠，好多哦，超级巨奖，吓到吃手手，终于看到了，好猛！哇，超多倍，250倍，一级万枚达成啊！好帅，好帅，好帅！终于三个一样高了，再来，再来！刚才想说这是小游戏，没档头而已，没什么分，现在一次给我那么多分，这就是老虎机它迷人的地方啊！老虎机15轮，有时候就是这样，突然来一个大奖，全盘还是什么有的没有的逆转，舒服！哇，现在分数14万多分。再来看看能不能打到20000分。哇，又小游戏，这也太好玩了吧！我玩另外一间的它的免费游戏就没有那么好进去了，它这个设计的让你一直进去是在哈咯，这样也好啦，让你比较容易知道它游戏是怎样，不用在那边转很久。哇，三个炎龙好爽，5个炎龙不得了了，我看5个炎龙不会1000-2000倍吧？对啊，大家可以无聊来玩玩看啊，玩玩不用钱。哇，可惜没有在里面用小游戏。目前还没有看到过小游戏里面又开小游戏，哎，这样又大奖，两个炎龙连在一起是大奖啊，还是旁边那两颗珠子的关系？2700还好，长高长高。应该差不多要结束了，那个绿色的好像还好，有啦，那这个还可以接受。再来，哦，又小游戏，真的是真的是太扯了。等一下再来玩玩看别种有没有那么好进小游戏，继续长高。这种龙类的老虎机好像也蛮多的，目前看到4-5种都是以龙为主题的小游戏。没有，如果我没有说我这个是免费试玩，应该也没人知道吧，大家还会以为我穿酷了，爆管一直小游戏又小游戏，台子很软。哎，这个这次是在怎样？哈喽，你，我现在分数很少呢，你就要结束了。还是没补？哎，有了有了哦，巨奖，巨奖！我靠，它的特色应该就这样。就是前面一直没给你分数，突然是给你，哇哇哇，好爽好爽！看到这个就爽，这个画面又是一级万枚的 feel， 少1000分，
那他这种可能游戏里面如果一直给你很烂的分数，后面可能会变这样，可能哦，还是只有试玩版本会这样，我也不知道，等着大家来挑战呢、啊。哇，现在已经赢了快一本了，再继续转转看。炎龙出来，嗯，这个还不错玩，我觉得。目前是说他这样的设计不错玩，不是说他什么软不软哦，大家不要误会啊，就是纯粹他这个风格跟设计。哇靠，巨奖！三个炎龙出来大奖，十倍获得，好猛好猛好猛！可不可以让我看到五个会怎样啊？还是先四个让我看看？太猛了！对啊，你看这种感觉就很爽。哇，差不多可以收工了哦。所以在外面也是有机会中到巨奖，在外面啊，跟免费游戏里面，免费游戏是比较好，就是一直累积累积这样。哇哇哇！又要游戏了，又要游戏了，果然还一个喷一个炎龙 ，free game。对啊，这个真的感觉不错啊，蛮好玩的。虽然说是免费的，比较没有那个感觉，没有输赢的感觉。赶快都一直空转，不要中分数，然后等一下就会给我不错的那种分数金额这样。三个长高了，差一个可惜。哎，这个也算大奖，3500分大奖。对啊，我这样不知不觉也玩蛮久了，一直在看看他的动画，很多珠子，珠子应该是最没屁用的，最小的。这个倍数还 OK， 快700倍，继续。哇，马上又游戏，有机会20万分了，看一下这边会不会中什么大奖。可是我觉得他这种压太小了，最高压100而已，应该要再压大一点，让一些想拼的人去拼。应该要压到那种400、500这样，那种中到巨奖就更爽。
这个感觉等一下会给我东西哦。你看我现在倍速很扯，我现在的倍速超烂的，不可能就这样结束吧？赢180分，是在哈喽？真的那么烂的倍速，他家要爆掉喽？哎，真的哎、欸，那我的刚才的猜测又错误了，不是说他前面不给你分数，后面就会补，也是有机会超烂的。我靠，这个落差太大了吧！进去里面180分，是在哈喽？我一局就压100分，你就180分。这个就是老虎机神奇的地方。那果然有大好跟大坏啊！又来了又来了，看这一局会几分给我。哦，差一个啊，可惜。三眼龙，真的不给我，小游戏里面又小游戏，都差一点点。继续长高，再长高，它左右两边很难长高哎、欸，好奇怪，还是左右两边不会长高？嗯，怎么中大奖了？左右两边是不会出现岩龙吗？大奖。这个分数也是不错，巨奖，这样就巨奖了。哇，准备收工。那我们影片就差不多准备结束了，纯分享给大家看看。这一种的老虎机啊，毕竟还是很多人没看过、没玩过。哇，快20万分了，好猛！好，我再来去挑战别种，分享给大家看。那就先到这边了，再欢迎大家留言经验分享。不嫌弃的话，订阅一下，感恩你，财源广进。